吃不怕辣。小雨，你想吃啊？你都不能吃，我也不吃，我们都不吃。你看这个，我天哪！去哪家从小培养？你还没，你看他多少钱？一会儿他掉到网子底下，俺一会儿想要。油菜一碗碗，得了，我们去那个姨婆家吃饭去喽，吃饭去喽，娘的还呀，你还要来玩呀？累呀、啊，累手啊。出来不少啊，说不来，累家里。啊，这个就是太累了，累不成了，那累家里也不是了。你不来了，累了，小姨累了。有才有爱玩，真的是啊。娘他还要，娘不来了，小姨手软了。蓝天白云，我们有没事啊？一二三，开始！一二三，开始！舒服吗？一二三，这外面的蚊子太多了，他不起来给你，起来吗？一二三，你还不动？你啊，嘟！干嘛老是抿这个嘴呢？啊！妈，咱不是年纪不好好，这不是我们去找喂饱了。你要下腰啊？啊？因为不是是妈妈真的不能我们我们给配好，这个就在这头上头我都跑，俺们这个就弄，所以就是今天他都没了，你要累了。你讲什么？叫回家，我的黄花饼不切骨头，油炸血。起来喂！这晒干了哈。嗯。这个好晒的不要。晒干了。花椒。嗯。这要最上面的，里面的籽儿不要。嗯。这个用来炒肉，非常香。走了，我们去姨婆家吃饭去喽。坐车了，你可以。哇，好漂亮的云朵！到姨婆家喽，拍，好不好玩？拍，玩熊熊。咦，你怕呀？胆小鬼，胆小鬼。来，给你玩。哥哥在这里玩。变形金刚啊，人家是变形什么？刘小雨，我来你家玩了。你好呀，刘小雨，我来给你甩一下尾巴，甩呀甩呀甩呀甩，甩呀甩呀甩甩甩。他们给我的火烧苞谷，我们这边叫苞谷，火烧玉米。玉米用那个火烧的，很香，尝一下。第一次吃回来，我们这边的玉米都还没有熟。像这么多小朋友玩，你想去玩是不是？小雨，你看，小雨，你看，那里有棉花糖哦。好多圆呐、啊，好白呀、啊！我们去走一走好不好？妈妈带你去走一走啊！现在太阳下山了，刚刚睡醒，
还没有清醒是不是？还没有清醒，我们到哪里了？咦呀，我们到姨婆家了。今天晚上在姨婆家吃饭哦，有蛋糕吃哦。你自己喝水呀、啊？谢谢姨婆导师。自己喝水呀、啊，我们要准备吃饭喽。外公还没有过来。他兴奋。小军军儿没得心情和你耍。他想跟他玩。吃饭喽，你快吃饭吧。屁，爬都不会爬，你现在还会站？哎呦，你扭屁股啊！哎呦，你要唱歌是吗？哎呀，唱歌，扭屁股，哎呦哎呦，坐一下，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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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唱歌啊？你自己在站着呀、啊、不能站太久哦。他我也是和你还陌生一下，他想站。你们自己站了，开始吃饭喽。小舅公抱你哦，嗯，嘿嘿嘿，那个看到你磨蹭，认识吗？哦，嘿嘿嘿，拍手呀，拍手！祝我姨妈生日快乐，吃蛋糕了。